下面我们进行少林大炮拳二路的讲解和演练。现在想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第二段大炮拳，一路二路要是连接起来练，它是一个方向的，如果要是分开练，一路都是是背朝大家的。现在我要给大家开始连接起来练，连接起来练就是从第一路的手势开始接着第二路，第二路打起来才能够接触面向大家。现在我从第二路给大家先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少林大炮拳第二路的讲解和演练。第二路如果要接着第一路练习，第一路的手势是背朝大家的，如果要是连着第一路开始的，应该是背朝大家开始练。为了要投入的完整性的，我就先背朝大家练习少林大炮拳第二路。第二路连接着第一路从头开始，第二路结束是面向大家的。如果你要单独练习的时候，你可以加上个手势动作，把第一路的手势一路背朝大家的练为面朝大家，第一路的手势背朝大家。你可以再来一个转身无滑，这样才能面朝大家。现在为了套路的万能性，我从第一路手势开始给大家演练。下面我们进行大炮拳二路的讲解和演练。为了方便教学，我们把第二路分为三段进行练习。我现在先把第一段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演练开始仍然是接上面第一路手势，先是背朝大家，下面进行大炮拳第二路第一段的讲解和演练。第一个动作腰身三握针，由现在的马步姿势变为踢桌布，两手在自己身前轮臂一周，同时上右步成右握针，目平是左前方。下面我们做腰身三握针的第一握针，下面我们进行腰身三握针
第二握针的将近很严厉。右前面的右肱骨握针姿势变位，右脚在原地点部，同时左右手在胸前抡臂一肘，上左部向左方跨一步撑左肱骨，同时左手由右手手臂内侧掏出，放在自己的左耳根，右手放在裆前，拇平视右前方。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腰伸三握针，第二握针。下面我们进行腰伸三握针的第三握针，由现在的左握针姿势变为左脚踢步在原地垫步，同时两手在胸前抡臂一圈，接着上右部，同时左手由右手臂内侧掏出向下压，右手向上冲击，放在自己的耳根处，拇平视左前方。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腰伸三握针，第三握针。下面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转身握心锤延年和降阶，由现在的握针姿势变为身向左转，右脚垫步，同时右手由腰间发出，向左前方冲击出去击打，同时左手由裆部提起，裆在自己的左手臂外侧，拇平视前方。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转身握心锤。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倒步三叉锤的延年和降阶，由现在的握心锤变为先将右脚倒向左后方接着，同时右手在自己的前方向右下方扎击，第二扎锤，左脚向后再倒一步，握拳同时向右前下方冲击，第三扎锤，伸向左边，右拳由右后方转向右下方压出，同时左手握拳抱于腰间，拇平视右前下方。下面我们大家一块来做倒步三叉锤。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马步双重跑的将近很严厉，由现在的倒步三叉拳变为左拳和右拳同时由腰间向左前方向上冲出去，接着落下来变为马步，同时两个手臂夹平，拳放在自己左前方，头平视右前方。下面我们大家一块来做马步双重跑。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转身跳步单叉的延年和降阶，由现在的马步双重跑变为起身右脚先动，同时左右脚反步，
桌角挪下来，蹭，桌瀑布痛是爽熟，右上方挪下来拍张，五，停止桌前方。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转身跳步单踏。下面我们大家做一下转身跳步单踏的背面动作。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转身跳步单踏的背面动作。下一个动作，起身盘肘，由现在的左弓步姿势变为身体起来，左脚在原地垫步，同时左手由前方迎出，右手由腰间握拳向前方击打，用自己的右小臂外侧击打，左手手伸出，目平视左前方。我们大家一块来做起身盘肘。下面进行下一组动作，转身双脚双分拳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左盘肘变为伸向右转，同时双手由上方抓起之后，放在腰间再向前冲出。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转身双脚双分拳。下面我们进行下一组动作，双分腿双分贯耳讲解和演练，由现在的双分拳变为左脚向前靠拢和右脚并起，紧接着双拳向下打击，分开之后并不站立，双手在自己的头前猛然合拢，叫做双分贯耳，目平前方。我们大家一块来做双分腿双分贯耳。下面我和大家一块把打炮拳第二路第一段和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把打炮拳第二路第二段给大家先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打炮拳第二路第二段分解演练和讲解。
下一个动作一推有些性，用现在的平步抱拳姿势变为左脚向前跨动半步，紧接着起右腿向上跳起，同时右手向下压向下炸，接着为右斜行，下面我们大家一块来做一推右斜行，我们继续接着下一个动作，八步跨毛轮阵脚海底泡澡，演练和讲解，把这个动作分开来做，先做八步跨毛轮，用现在的右斜行变位，左手先动变掌向左前方，接着蹲下来，右手右前下方向上讨起，通拳最后起膝，称为马步跨毛了。下面我们大家一块来做马步跨毛了。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下跨毛了的背面动作，下面我们一块来做八步跨毛轮的背面动作，我们进行继续下一个动作阵脚海底跑，用现在的体膝姿势变位，右脚落下来向下阵脚，同时右拳扎自己的左手，放在自己的双膝前面，没有平视前方。下面我和大家一块来做阵脚海底跑，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下阵脚海底跑的背面动作，下面我们大家一块来做一下阵脚海底跑的背面动作，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三步两拳的演练和讲解，就现在的海底跑变位，单身右脚向右跨一步，紧接着从右拳再接着下一个动作上左步，同时左拳从右手臂内侧冲出，没有平视前方。下面我们大家一块做上步两拳，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背部左斜行的演练和讲解，用现在的左弓步冲拳变位，右脚向后倒一步，紧接着左手右后向前跨步放在自己的胸前，同时右拳由腰间发出，同时向两边伸展开来，变为左斜行，没有平视前方。下面我们大家一块来做一下腿部左斜行，
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垫步腿张，由现在的左斜行姿势变为右脚不动，左脚在原地垫步一尺，同时左手由后方拉回，从腰间经过右手臂内侧冲出去，向前变张腿肚，下面我们大家一块来做垫步腿张。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转身双绝手双重拳，延连和降阶，由现在的左臀部腿张变为身向右转，同时两手在身前上方，把手接着出拳。下面我们大家一块来做转身双绝手双重拳。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双分腿和双分贯耳的延连和降阶，由现在的双重拳变为左脚向前和右脚靠拢同时着地，接下来双拳由两大腿外侧分出向上，接着起来之后猛然转身双分贯耳。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双分腿双分贯耳。下面给大家进行双分腿双分贯耳的背面动作演练，下面我们一块来做双分腿双分贯耳的背面动作。下面我们把第二段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把大炮拳第二路第三段先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之后再进行分解解说。下面一个动作踢手旁，我给大家讲解演练一遍，由现在的并步站立姿势变为左脚向左跨出一步，同时左手右拳变成放在自己的左膝盖内侧，右手握拳从腰间发出击打左手手心处，我们大家一块来做踢手旁。下面给大家做一下踢手炮的背面动作，我们一块做一下踢手炮的背面动作。
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肩部单叉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踢手抱变为右脚向前跨一步，在没有落地的同时，左脚向上踢，右脚落地同时，左脚落下来变为瀑布，左手看待自己的左脚内侧，目平视左前方。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肩部单叉。下面给大家做一下肩部单叉的背面动作。这个时候要记住，右手是握拳，放在自己的腰间。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肩部单叉的背面动作。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提升五指朝凤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肩部单叉变为提升右脚向前抬起，同时右手右腰间全变爪状态，同时左手放在自己的右手肘，以托住自己的右手肘，目平视右手前方。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五指朝凤。下面给大家做一下五指朝凤的背面动作。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五指朝凤的背面动作。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云顶小竖身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五指朝凤变为右脚落下来，同时左手用自己的头前方，右手用自己的头后方向前，紧接着左脚拉回放在自己的右脚脚心处，同时右手由上向下看击。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云顶小竖身。大家来看一下云顶小竖身的背面动作。这时候身体变为左顶部，目平视右前方。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云顶小竖身的背面动作。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再和两次的讲解和演练。由现在的顶部姿势变为起身同时，左腿抬起，左右手交叉，右手由左手臂内侧向上冲击变掌，左手落下向后勾手，目平视左前方。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再和两次。大家看一下再和两次的背面动作。我们来做一下再和两次的
北面弄着。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分身运动器型，用前面的紧紧肚里带合两次变位，左脚落下来，同时左右手摘自己的头顶前方下绕，左手由前向后，右手由后向前转一圈，同时身向右转，右步向后撤，紧接着落下来，落下来之后两手向前推出，呈顶部起行。我们大家一块来做一次转身运动起行。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八步单边，用现在的运顶起行变位，左脚向左跨一步，同时两手在自己胸前交叉，向两侧分开，马步单边。我们大家一起来做马步单边。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不发坐身动作和演练，用现在的马步单边变为起身，右脚向前蹬，右拳向前扎，接着蹲臂一圈，左拳右后向前下方，同时左脚提起，再向左前方跨一步，同时两手轮臂完成，右拳夹在自己的头顶前上方，左拳砸在自己的左膝盖上方，目平视左前方。我们一起来做一次五花坐山。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手势的演练和讲解。用现在的八步坐山姿势为：右脚向左脚靠拢，同时两手由下向上，再向下按，长出一口气，调理呼吸，目平视前方。下面我和大家一块来做一次手势动作。下面我们进行大跑圈最后一个动作，一起还原的演练和讲解。一起还原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练习武术首先要调理好自己的呼吸，调理好自己的内脏，同时两手由腰间缓缓托出，向两侧平托，举过自己的头顶之后合掌坐下来，放在自己的胸前，合掌当胸。我们大家一块演练一次，一起还原。Thank you.
下面把第三段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
发现起来成为这样实在体现这是一个大好事，也是一个千秋功业，在你们把它整理起来真是功德无量。最后祝你们办的成果一切顺利，少林功夫有千余年的历史，有健身的价值，需要挖掘整理和发展起来。传统的武术有灭绝这个危险，需要传播发扬和光大，保留传统武术。